雁塔圣教序，唐褚遂良奉敕书，内容包括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太子李治撰述大唐皇帝圣教序记，唐永徽年间立，现存西安大雁塔塔座左右两侧褚遂良暮年书记，后世评美女婵娟金声玉润，堪称唐楷法帖之经典。杨明臣，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大家好，今天主要讲雁塔圣教序中横画的写法。这个横画可以说是汉字当中运用最多的笔画之一。在雁塔圣教序中，横画的书写起笔丰富，运笔快捷或者叫迅捷，收笔自然，张力十足。现在呢，我对这个横画从三个环节进行解析。一个是从他这个雁塔圣教序中这个横画的起笔，我觉得这个起笔呢，刚才说了起笔丰富，起笔丰富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研究圣教序中一些横画的运用，大体有这么四种起笔的方法。一种呢，这个是这样一种形态，如果画出来的话，这个面是这样的，写实呢就是顺风起笔，这是一个形状，前面是这样的一个切口。还有一种呢，属于竖下切笔，是这样一个形状。头是齐的，像刀切下来一样，竖下，前面呢是斜着来的，这个就是竖下的，形成这样一种很齐的一个头。还有一种起笔的方法，就是逆风如纸，这么逆风走下来的，这个头呢，如果画下来的是这种形状，像隶书的头一样。一会儿我们在拿着字帖分析具体字的时候这些笔画我们都可以看到。还有一种入笔的方法叫凌空取势，好像从和上一笔的衔接向空中飞过来一样，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点这种，就是这个形带有一定的形意。这个笔画在圣教序中用的不少，它一般呢是紧接上一笔过来，在运笔这个环节上，就是笔画的起运收运笔这个环节上，它的书写技巧主要是要有一种力度
和速度的统一。落实到纸上，比较迅捷。特别是长横画，短横画呢，它就是这么一点，一定要有一定的力量扎入纸中。所谓追画沙，像锥子追到纸中一样，追下去一样。光有力量不行，还要有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是写不出像褚遂良这种富有张力、富有弹性、细而有质量这种笔画的感觉。这个横画书写时候，就是要找这个窍门，找这个窍门。那么横画在运笔过程中，造成一些笔画的形态上呢，就出现多种多样的一些姿态。一个是平的，啊，这个横画。平的，这个一般呢，这个平的横画呀，一般是用在什么呢？用在这个相对中等这个横画，不长不短，像这个大字这个横画啊，天字的第二笔这个横画呀，它都是相对比较平的。像这个生，啊，生产的生第一笔这个横画，它都比较平。还有一种上仰的横画，就是弧度向下。这个笔画呢，一般就是在短横画，啊，一般是短横画用这个。它写出来的是，啊，一些轻微的弧度向下、上仰的。刚才说了那个生字的第一笔平的，第二笔有点上扬，第三种姿态呢就是弧形向上，很有弹力的一种长横画。这个在褚遂良这些书写风格里啊，用的最多，也是表现褚遂良书法风格的一个重要笔画，啊，就是这种长横画，啊，这是运笔。那么收笔这个过程呢，一开始我讲了。收笔自然，所谓自然呢，它是根据这个书写中的字的造势的需要，啊，有上收笔，向上挥锋收笔，啊，有向下挥锋收笔，也有轻轻加重力量斜按下去的一种收笔。二三这里头就有好几个横画，有的横画你看这个三字啊，头两笔都是向上收笔，这个是向下收笔，啊，向下有一点回锋。这个收笔后边这个形状呢，出来以后有的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收笔时候的一些细微的动作。你看那个二也很明显啊，啊，向上回风。有的就是轻轻的一按下去，没有回风，啊，也没有向上走，也没有向下走。但是我们看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里头都有横画，你看后边这个叶子，其实它这个横画呀，也没有向上回风，也没有向下回风。它这个轻轻的加重往下一按，收下来了，你看。这个向上回风了，这个就是轻轻的一按，你看这很轻。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在长期训练的过程中来体会这些笔画，啊，其实写起来，啊，就没有时间去琢磨啊，这笔是向上回风还是向下回风，写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啊。你比如这个，它里头好几个小横画。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往下，这个就像向下按了一下，没有回风，啊，没有再往里头回一下。至于是向上回风还是向下回风，还是轻轻一按，这个也根据字势的需要，根据这一笔和下一笔的连接关系。你比如这个啊，这个吧，我这个走了以后，我要接着写，接着下笔写，我一般呢都采取要有的回风。收尾这一笔一般呢就是按了，除非是如果笔毛啊笔锋没有聚拢，或者收的不理想，搞一点小小的回风，使这个收笔这个地方啊更圆润一点啊。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然后看到在这个字当中的具体的运用啊，通过写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我选了几个这个有长横画有短横画这么横画比较集中的几个字，我再把这几个字写一遍啊，看啊，这笔第一笔就是顺风斜面这么下来的啊，收笔有一点点回风，折扇，第一笔还是个顺风起笔向上收笔，这笔呢还是个长横画，还是个逆风的藏锋，或者叫扇花，这个结合上午讲那个点，你看横画，这几个横画基本就是
逆风起笔，啊，收笔又轻轻按下的，又回锋的。这个横画比较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些小横画都写的，啊，短横画写的很轻巧，长横画写的很挺拔。这个横画起笔，即便是一个切面型的，这里边的横画，它是考虑到一些啊相背关系。你看这个横画是往下，有点往下，这个写平，这个有一点向上的弧度，形成一种势。写横画呢，啊，要有一种挖掘感，啊，就是追下去，追下去写。尽管很迅捷，但是要有一种阻力感。还有一个，刚才讲到这个例子上，我们举到一种凌空取势这种横画的写法啊。我在这个里头找一个啊，这个啊，《圣教序》的教，啊，这种横画。从这过来，从这上面飘过来的一样，啊，这个也是。这种笔画在这个里头还有啊，那些枝啊，啊，很多地方还是能找到，就是说。它在横画的运用上，起笔的处理方法很多，啊，用笔的过程比较迅捷，啊，比较快捷，但是又有一种，啊，深，啊，扎到纸里，啊，逆水行舟，这种力量灌注在笔画之中，收笔。或者上扬，或者下回风，或者轻轻的按下，很自然。把刚才分析这些横画的写法，啊，通过临帖我们来应用。收笔，
这个节啊，节字前面这个啊第二个横的起笔是一个切笔，小的灰风，它这横画很轻巧。这个字笔画很多，但是你看它这个在组合上显得不拥挤，褚遂良这个横画呀，讲他这是最能够表现褚字风格特点的一个笔画啊。所以褚遂良的字开张挺拔啊，金声玉润啊，细而坚挺，这种笔啊，这种特点在这个横画里头表现的最为充分。写横画我们所要关注的三个环节啊，当然每个字都有起运收，这三个每一种字体都有起运收这三个环节，但是在褚遂良这个字当中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它这个
起笔的丰富性，啊，这是今天讲的，它是运笔的速度和力度的统一，收笔的啊一势而定，顺其自然，啊，收笔不是刻意的，啊，要写成一个啊两头重这个重角，不是刻意的每个字都要向下回锋啊，他这个不是这样，啊，顺其自然。横画的态势上，啊，有的是相对平实，就是前面稍轻，后边稍重，比较平的；有的是向啊向下呈一定的弧状，啊，有的是向上呈一定的弧状。这个根据姿势而定，短横画一边先一般下拱，长横画一般来说上拱。我们掌握出这样一些特点和规律啊，我们在写楚字的时候啊，就可以带有一定理性化的去临写。临写书呢，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理念做指导，我们写起来的话呢，就会更好一些。啊，今天这一讲呢，这个主要是去讲这些。啊，下一讲呢，准备给大家把这个啊竖画加以介绍。啊，谢谢大家。